大家好，我是狼队的拉奇，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狼队俱乐部的情况。然后这里是我们的一楼，然后这里是放快递的地方，这里是放就这个地方，这里是放队服的地方。然后平常我们下面拿队服什么的放这里，因为我们上面放不下了，衣服太多了。然后来二楼，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。阿姨做的美味的饭都是放在这里我们吃的，然后这里是阿姨做美味的饭的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这个是厨房，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晾衣服的地方，衣服太多了放不下了，所以队服都是放在一楼的，这里是二楼。我又排进去了吧，我们的衣服怎么的，马赛克，打上马赛克。然后这里是我们大家直播还有训练的地方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然后我上楼就是房间什么的，这里有个大沙发，然后这里是我们的那个洗漱用品，还有化妆的，那个护肤的什么的。我们应该没有化妆的状态，化妆的那个床。这个是经理的房间，然后这个是教练们的房间，然后这个就是我和艾莉还有四个房间。哎，一大表有狗，有你吗？然后顶楼是狗爸爸的房间，顶楼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第二个洗衣服的地方，像刚刚那个阳台那个去洗衣服的地方。然后这里就是果冻他们的房间。好的。今天就带大家参观到这里了，然后大家下次再见。昨天的那个好听。我是湖南人。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。广西人。广东人。就有人叫我出去玩，带我出去玩的话，我就会出去玩；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在俱乐部里面躺着嘛。因为平时训练也挺累的，就是想自己玩一下游戏，玩下手机也挺开心的。这个我会选择打游戏，然后可能最近会选择出去陪猪圈里睡觉，躺床上睡觉，非常帅气，太帅了，帅爆了。比较尊敬你，因为怎么说呢，老一代的国行，虽然我也很老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因为那会儿人家最强，好高的帅啊。有的，必须是他，他第一，我第二都不敢当了。不要问，抢走了。好好说，好好干，好好干活，好好说啊，这么会。这个我不知道。从刚入狼队可能比较激动，然后时间久了就稳健下来了，最后就越来越稳健了。
应该就可能平时聊天比较少，应该就八七了吧，就跟室友开个玩笑。番茄炒蛋还有可乐鸡翅这两个贼香。